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卡，我是欧文。我们今天呢来参加大甲妈祖绕境。大甲妈祖绕境活动是每年的台湾一大盛事之一，也被 Discovery 呢誉为三大宗教盛事。今年呢因为疫情刚过，主办单位预估有130,000人入场哦。今天就带大家来体验一睹台湾女神降临。好，出发。好，欧文，我们 Let's go 啊 ，Go Go！ 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Let's go！Go go go！ 嗨，嗨，欧文西卡旅行中。大甲妈祖绕境是台湾的宗教盛事之一哦，全长呢总共有340公里，另外呢会绕行9天8夜的时间，共经过4大县市。今天呢主要会跟大家分享第二天的行程。旅途中我们会经过西螺大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宗教仪式，还有好吃好吃的热情补给品。我们继续看下去吧。谢谢。哎，冷泡茶。谢谢，多拿一点，多拿一点，很多，辛苦。好啦，这一路上有很多民众提供这个物资，然后给辛苦的绕境的人员啊，拿到的时候也别不要忘了跟他们说一声谢谢哦，他们辛苦，谢谢西卡，谢谢哦。西卡，你怎么这么厉害，知道我们要在这边等妈祖啊？哦，其实呢，我都是观察大甲妈祖这里有一个科技 APP。哎呦，这么厉害！我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连大甲妈祖绕境都有 APP 哦。没错，而且我只要透过手机追踪大甲妈祖，我就可以知道妈祖现在在哪里，然后我要怎么追，而且她在哪个宫庙驻点呢，我都可以看得到哦。好啊，那西卡再把这个 APP 推荐给粉丝。这个免费的大甲妈祖 APP 非常方便哦，我可以随时随地的查找我到底离女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另外呢，如果我想要从比较北或是比较南的地方来去追妈祖的话呢，我也可以从 APP 里面观察说妈祖现在到哪一个宫庙，进而推测说我大概要几点出发，以及呢我大概要到哪一个宫庙。那宫庙详细资讯也有在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文化素养的 APP。 这时我点开 Google， 然后我可以透过 Google 跟这个 APP 的联动呢，去看到说哦，原来呢我到这个驻点宫庙呢需要多久的时间，以及呢我大概要花多久时间去找到停车位。如果说这个宫庙呢没有办法的话，我还可以选择其他的宫庙。用科技追妈祖，赞哦！提供给大家这个小知识分享吧，我们继续 Go。 来帮拜师哦。好，加油加油。要吗？需要袜子吗？好，谢谢，袜子好吗？帮快出好不好？等下饿了可以补给一下。西卡，大家知道走到一半想上厕所怎么办吗？哎，这里有加油站吗？啊，不用，直接民宅，哦，很多热心民众提供上厕所的地方，好不好？这么好。对，我们就来救急一下。好，拜拜。多拿一点啊，不用客气。自己拿，西瓜哦。西卡先生，走到现在有什么感想啊？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非常热情。刚刚在参与整个绕境的前半段的时候，我就看到路边呢有很多善心人士呢愿意提供一些补给品给我们去做补给，然后他们也会很热情喊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妈祖的时候得到的第一份感动。那好热啊！赶快讲讲。谢谢，那一块给他。好，走。好棒啊！果冻，香蕉，香蕉。哇，西瓜！西凯在吃西瓜，甜呐。刚刚有一个阿伯呢，
在我拍摄的时候递给我这个金鸡芦笋汁，超久没有喝到的，杯超热情哦，还叫我卖 cake 啊，卖 cake 啊，好，这就给他干一杯吧，妈祖的热情。在西螺大桥，等一下妈祖就会绕境，就会经过这个大桥，是今天的重点行程之一啦。西螺大桥呢，就位于彰化跟云林的之界，那有拍到这附近有非常漂亮的乡间田野的风景，而且很多人都在这边打卡拍照。如果有参加这次绕境的话，不妨来这里看看哦，非常赞。我们现在就去走桥喽，拜拜。今天的主要行程之一，走这个西螺大桥。通常就是这么多。欧文，欸，你知道妈祖绕境的意义吗？不知道，西卡来讲古。我们刚刚一路绕境下来啊，就发现说，很多热心助人的朋友们会给我们一些物资，互相加油鼓励啊，以及呢，我们都团结一条心，徒步走完这一次的路程，然后迎妈祖。所以呢，妈祖绕境的意义呢，就是可以汇集一种团结心，然后还有就是散发出一个分享的一颗心，以及同心协力的精神哦。对。是不是听起来很棒，超热血的？走起来。Go。连柴犬都来啦。辛苦了，辛苦了。那为什么要妈祖绕境啊？西卡，其实呢，是因为呢，大甲妈祖呢，她有姐妹宫啦，所以呢，每年呢，一定的时间呢，他们都会回去做拜访的动作，就像是我们有时候会回家去看爸爸妈妈那样的样子，或是看兄弟姐妹。对啊，对啊。那在妈祖进香的这个路上呢，许多信徒呢都会带着虔诚的心啊，一路上呢跟随着妈祖的脚步。那妈祖呢也会在这个时候呢分享一些祝福给这些信徒们。听说这些妈祖的分享呢可以安定人心，然后呢可以让每个人的身体呢都健康棒棒。哇，这听起来真的很棒哎，你是不是真的是要来走一下？没错，保佑身体，大家。身体平安快乐啦，健康，对啦。好，那我们继续走 ，Go Go。热闹哎。对啊，这边就是妈祖绕境神行的宫庙，有没有？哇！气势，气势，气势，气势磅礴哎！哇，赞赞赞！车，哇，这个厉害啊！好厉害哦！虎爷也是民间传说的神明哦。七龙珠，哇，这个像吗？这个。我们快要到了，将近两公里，西螺大桥终于走完了，耶耶！哦，你满身大汗呢。告诉大家现在几度好不好？应该39.12度吧。39.12度，超级热的哎。1:45，你头呛痒痒。哦，我们继续努力下去。西螺的大院子，我们刚刚过完了西螺大桥，有点渴，现在来领爱心物。这里有大院子，超好的。来吃这个西螺的平潭，就很贵，团，有点像萝卜糕，看起来。吃起来很像蛙龟，清淡版的蛙龟，清爽。
现在发凉面哦，台中在地的凉面，听说很好吃，有加花生粉，我们来吃吃看。我今天去就是要吃凉面，其他都吃不下，花生粉很香啊。现在时间呢是5:16，然后距离日落呢还有一点点时间。那我们的妈祖呢，今天呢他是走一个比较 chill 的路线，所以呢我们决定不在西螺大桥走，我们往回走到前面几个，然后看可不可以在今天下山前遇到妈祖。好，那我们就 let's go 吧。啊，对了，我现在走了19000多步，然后呢走了13.5公里。然后也消耗了731大卡，迎妈祖，今天健身还有会瘦身，太赞了，赞赞赞赞赞赞，金石啦！我们继续追 ，Go Go Go Go！这里还有一个免费接驳车，累了就可以上车，很棒吧？现在呢，跟大家介绍我今天的穿搭。那妈祖绕境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一定要穿一个吸湿排汗的衣服。那这件衣服呢，就是在迪卡侬买的，很便宜哦，300元有找。那接着呢，我会穿一个很好走的鞋子。那这个鞋子呢，也是在迪卡侬买的啦。那我买的是登山鞋，因为呢，你走路的时候，你可能会走差不多超过5公里啊等等的。这一双好鞋子呢，可以让你呢走路起来呢不会有起水泡的风险哦。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就是像我一样带着一个小包包，行脚的时候我们背着东西呢，这样走会比较方便一些。好，分享给大家。哎，又相会了，又相会了。3000公，我们等下在3000公等妈祖迎来。要来了，要来了，妈祖要来了。那你进去，啊，先来到你们这边，这里解决的，先把解决的。哦。看到了，看到了，我等超久的，大姐吗？哦，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2023年的妈祖绕境。欧文，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大家都很热情诶，民众就是发物资啊，或是大家加油呐喊啊、打气啊，让我感受到深深的台湾人情味，赞啊！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主办单位呢，透过这个 APP 可以详细的记录妈祖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就是方便追妈祖，对，追星族的一大福音啊，哇，就不会在那边跟他擦肩而过，这样遗留下一些遗憾，这样。另外呢，参加妈祖绕境呢，可以让我这个都市小孩呢一览乡间风情，觉得这是非常的酷的经验。Anyway， 就是我最喜欢就是台湾的人情味啦。好。那我们今天的感想先到这边，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个赞，喜欢妈祖的赶快也是要绕境追起来，好吧，今天先这样啦，拜拜。